真是，肚子不舒服，刚才不该喝那杯冷萃茶的。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今天客人也不多，我一个人能行的。没事儿，我喝杯热水就好了。小春不是不在吗？帮帮你。真感动，那你休息一会儿，我给你倒杯热水啊。谢谢。对了，红豆，嗯，小春姐又开始给谢总介绍女朋友了。啊，什么样的？镇上新开了一个创意餐厅，一个女老板，烫着大波浪，80年代香港女明星那种感觉。大波浪，嗯，王祖贤那样的？对对对对，特别洋气，特别漂亮。但是谢总拒绝了。啊，拒绝了。红豆，你前男友什么样啊？帅不帅？算周正吧，挺高的。哎呀，我姐说是瞎了眼才看上我。那为什么分手？老见不着面，感情就淡了。是有多忙呀，连面都见不着。哎，住的太远了。我在东四环，他在西五环，挤地铁挤半天才能见上一面。我姐说，异地恋没好结果。你姐可真是国家泼冷水的一级选手。人家贾宝玉啊，是衔着玉出生，我姐是含刀片。等我回上海了，我一定要偷偷的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，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。嗯，我真的是眼睛花了，看谁都像我姐，像吗？嗯，有点。可能贵妇的气质都是相似的吧。嗯。怎么觉得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小姨？你下完了吗？我已经下完了，赢了。哦，太棒了！那去看看是不是小姨哦。嗯。小姨，铃铛，铃铛，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，铃铛？胖了啊，黑了。你可真会说话，谢谢夸奖啊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给你个惊喜啊。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，我派人去接你啊。不用，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。镇上的民宿？嗯。你能不能不玩手机？我工作呢，玩什么手机啊？等一下，马上好。哎，半小时以后给我 ，OK？ 服务员，咖啡凉了。服务员。不错啊，你这义工做的挺认真的。什么时候回去？假还没休完。哎，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。
我打电话到你酒店，你酒店说你辞职了。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三个月，我就知道你有问题。我是怕爸妈知道我辞职，担心。我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。为什么辞职啊？不想干了。那不想干是想干什么？休息。我就算是一枚零件，那也得保养吧。那休息够了吗？保养够了吗？有什么打算呢？这本来好好的呀，你一问我，瞬间把我拉回职场。领导训话，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。问一句也生气，没生气。行，不问了。小姨吃不吃？不吃。哎，等一下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黄焖鸡，好不好？带你。我不想吃鸡。行吧。哎，我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，时间会很长。晚上不能跟你们吃饭了，看你带一下。行，我带他去吃完给你送回去。啊，不用了，那个晚上跟你睡。东西啊，都带来喽。跟我睡，开心吗？我要跟小姨睡，要跟小姨睡。这几天都跟小姨睡。你可算找人帮你带孩子了。自己外甥你不看，你看谁的呢？行。铃铛，要听小姨的话，不许乱跑。不要给他乱吃东西 ，OK？ 拜托了。知道。好了，妈妈就撤了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你那个咖啡小姐妹一直在偷拍我们，你手机就是证明我。告诉你，不许说坏话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拜。想吃什么？猫多梨。猫多梨？是什么？